暗箭伤人，足戒是条好汉，我不愿意伤你。你走吧。后会有期。哼！快来人，抓住他！有刺客！四爷，不用去了，以你们的武功追不上他的。四爷，列位，立即去把我的舅舅隆科多找来，告诉他我有要事相商。这。 四阿哥这么晚了，你派人找我来，到底出了什么事啊？情势所迫，不得不如此。请。到底发生什么事啊？今晚在我练剑之时，差点遭人暗算。哪伤着你没有啊？若非我平日勤于练习，怕是早就趁着人家的心。谁吃了雄心豹子胆了？他敢夜闯雍亲王府。 行刺你四阿哥呢？依我看，在我众多兄弟当中，八阿哥不会，他没有这个能耐。除他之外，就只有太子，怕我争夺皇位。你是说胤禛？嗯，那个处，我将来的处境。 会随着皇位的争夺越来越危险，如果没有坚实防备的话，即便争得了皇位，怕也是朝不保夕啊！我懂你的意思，你这顾虑是非常对的。王爷，请恕奴才插嘴，听说江南有许多奇侠异士，他们不仅武功高强，而且还能飞檐走壁，如果请他们帮忙，王爷便可高枕无忧了。 我也想去巡访，可惜大清祖制极严，凡属旗人，无论皇子宗族，不许擅自离京，否则就会被判处极刑。
我也不敢为之啊。经你这么一说，我倒有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。一，能保证你的安全；二呢，还可以结交很多江湖侠士，助你能登上大宝之殿。驾！撤！驾！撤！驾！撤！停！大伙儿原地休息一下。是是。驾！撤！驾！驾！撤！驾！撤！撤！驾！大家小心！让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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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撤！让开！快让开！撤！臭小子，你们横冲直撞，想赶回家奔丧啊？吁！骂谁呢？就骂你呢，四爷，算了，除了你这个冒失鬼，还有什么人？你好大的胆子！四爷，实在太不争气了，看来只有我出马了。爷，我家大爷脾气不太好，请您见谅。请见谅。我又没有做错什么，干嘛赔不是？这事不用你管，我倒想看看他能够怎么教训我。哼，你这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家伙，自以为会几手灌胶术便来任意横行，如果不教训一下你，你是不会晓得天有多高地有多厚啊。爷，他们都是彪悍的镖师，个个身怀绝技，咱们打不过人家，快走吧。去，爷，我就不信邪。那你就放马过来，只要你能摔倒我，我的槽子就倒着写。爷，话可是你说的，可别怪我欺负弱小。那你就来吧，放那么多屁也不什么用。四爷。你拨弄了半天，你够本了，现在该换换手了。四爷，走。四爷，四爷，你没事吧？阿玛，我不碍事，朕还撑得住。老四怎么样了？不但没有好转的迹象，听说他还杀了身边的侍卫，看样子是更加严重了。这怎么得了啊？皇阿玛，皇阿玛，您要保重龙体啊！我们兄弟会常常去探望他的。是啊，皇阿玛，尤其是我。我不碍事，快传御医去看看他，无论如何要给他治好。儿臣遵旨。快去，快去吧。儿臣告退。啊，快去，快去。八哥，你刚刚不该说四哥的。师弟，我刚刚那是实话实说。你知道吗？这样会伤了皇阿玛的龙体的。哎，所谓长幼有序，我是你哥，
还轮不到你来教训我。你，我怎么了？好了，还有没有完？啊？我们现在该合计合计，处理事情要紧。刚才不是有人说，要常去探望的吗？让他去好了。八哥，你，我有说错吗？我，有没有完啊？一天就知道掐掐掐。师弟，你有什么难处吗？太子殿下，不是我不去，是萨格的房间，他满地都是蛇，清理完之后又出现了，好怕人啊。哦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我曾经去过一次，是我亲眼目睹的。八弟，哎，我怕得罪蛇神，这等晦气的事儿还是叫别人去吧。哎，其实我也怕蛇，你说让谁去呢？皇阿玛不是说叫御医去吗？哎，对对对，叫御医去，以免啊我们遭来祸事。对，让御医。好，让御医去。师父，徒儿，为师即将圆寂。不，你别打岔，听我把话说完。反清复明的大业就交给你了。师姐，哎，师姐，陆师弟，有没有看到白师弟啊？他上京城去了，你找他有何事？上京城？哦，他之前啊托我画了幅画，如今啊已经画好了，特地给他拿过来。师姐，你看，画的怎么样？这画的栩栩如生。你的画技果然是日益精湛了，师姐，过奖了。师姐，你这是？满人灭我大明，几十年过去了，师父遗愿未了。实在让我寝食难安。师姐啊，别难过了，白师弟这次上京城或许是打探青帝的动向。但愿如此。闷闷不乐呢，还想着白天那一跤呢。哎，其实啊，你根本就没败。胡说！我被摔得四脚朝天，你没看见？那您打趴下他们三个人呢？细算起来，您那是赢了。你，别想了，爷，咱喝咱的啊。说真格的，我并非为今天的事情烦恼啊。那也是为了，哦，也是为了错过那位高人。奴才猜对了吧？其实您根本就没必要。那刘备找诸葛亮还上了三趟茅房呢。
怎么了？那叫三顾茅庐，你个笨蛋。其实我知道，不是为了让您高兴吗？来，爷，喝一杯，喝一杯。哎，爷，你的菜啊，去吧。小二，哎，去，把你们掌柜的叫来。好嘞。爷，来喝酒。哎呦，阿汝客官，找小的有什么吩咐？掌柜的，请坐。哦。小二，哎，给掌柜的看副碗筷。好嘞。哦，来来来。哦，来，掌柜。哎呦，啊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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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掌柜的，我们呢想向您打听一下，江湖上的英雄侠客，不知您可知晓啊？哎呦，英雄侠客怎么能不知晓呢？连三岁小孩都知道。哦，快说来听听。你们二位是从外地来的吧？我们南边有惊天动地的人物。我们叫江南八侠。江南八侠？是是是是是。是哪八位呢？哈哈，我们这儿有一首歌，说尽了八侠的生平。哎，我给你们唱一下啊。好好。要不贫问周寻，要不冤可问白太官。周寻年老白失时，不及姑苏甘凤池。凤池成鹦鹉，不及曹仁父。仁父一笑百寿福，女中还有那个女丈夫啊。好，来，掌柜的，喝一杯。哎，好好好。那照您这么说，这江南八侠的名气很大呀。那当然嘛，尤其是为首的了因和尚。了因和尚，他现在在哪里啊？他现在在定慧寺当住持啊。想不到江南这地方竟然卧虎藏龙，我如果能运用些手段把他们收为己用，老头子的地位必是我囊中之物，印人印寺之流就更微不足道了。哎，进来。启禀住持，有位姓高的施主求见。你不晓得洒家在练功吗？那位施主说一定要见到住持不可。请他进来吧。是。你一定是了因大师。洒家正是了因，请问施主尊姓大名，今日光临本寺有何指教？鄙人姓高，名洪恩，北京人士，不远千里而来，有要事相商，请大师屏退左右，我们再详谈如何。请坐。实不相瞒，自从鼎革以来，满族主子对我汉人横加迫害，背脊凌辱，在野有志之士已汇聚成反清势力。高施主，你休得胡说，这是实情。不过清鲁气势正盛，民间力量薄弱，很难成事啊。鄙人认为，趁康熙年迈昏庸，各皇子接纳门客，争夺皇位之际，我们可以。你究竟是何人？为何口出狂言？我是高洪恩，大明子民。你骗人！明朝余孽，洒家将你送官就办。哼，与其身为满奴，不如以死为快。好个不如以死为快！我道之中又多了一名志士，高施主，你的话还没说完呢吧？啊，我是说，趁康熙年迈昏庸，各皇子接纳门客，争夺皇位之际，我们可以伺机混入举世啊！好主意。只是我一人力量薄弱，久闻八侠
个个慷慨激昂，所以不惜冒死前来相邀。高施主，洒家虽为八侠之首，却不敢专擅，你不如暂住寺中，待洒家将他们招来一并相商。那就打扰了。爷，您不该说您是反清志士啊。哎呀，我不过就是想试探一下，谁晓得他们真的就是。四爷，这反正您以后跟他们交往一定要小心。此话怎讲？四爷，奴才知道这帮江湖人的习气，您要是把他收买了，他能上刀山下火海，赴汤蹈火，连性命都可以不要。但是要跟他闹翻了，那就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，一点情面都不讲。四爷，四爷，这江南八侠来头可都不小，这名气越大的人，这脾气可就越大，您一定要小心啊。哼，无需你多操心，我自有笼络的方法。什么江南八侠，不出半个月定叫他们听我号令。四爷，四爷。大师兄，师弟、师妹，你们都来了，我给你们引荐一下，这位是高洪恩，高贤弟，是从京城而来。久闻八侠大名，今日一见，三生有幸啊。这位呢，是洒家的师妹，吕四娘。陆明瞻，幸会，幸会。周寻，曹仁富，甘凤池，幸会，幸会。大师兄，通知我们过来，有何要事？是不是有什么人想跟咱们兄弟作对啊？有什么人敢跟我们作对？洒家今天通知你们来，是为了一件反清大事。反清大事？对，这件反清大事是高贤弟提出来的。师兄，师兄，师兄，师妹们，哎，这不掌柜的吗？好的嘞，这是我三师弟李元。大侠真是大隐隐于世，佩服啊！各位师兄弟，师兄，七师弟，大师兄，完了完了！没想到袁家路窄，那晚的刺客竟然是白太官。大师兄，这就不必介绍了。怎么，你们认识？堂堂的满清四皇子，谁不认识？好啊，要不是白太官从北京回来，我们都还蒙在鼓里呢。蛮路，快还我大明江山。你们先不要动手，先听我说。满汉不两立，没什么好说的。对，我们大家一起上。对。嗯。四爷快走。站好。四爷，四爷。
皇上吉祥。隆科多，奴才在。胤禛好久没来看朕了，他的病情怎么样了？启禀皇上，四阿哥的病情还是以前那个老样子，整天疑神疑鬼，害怕有人要杀他。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据大喇嘛所说，四阿哥犯的是蛇神。哼，无稽之谈。胤禛虽然生性阴沉，朕不太喜欢，但他必定是我的儿子。是啊，朕想去看看他。啊，皇上现在龙体为何，并不适于去探病啊。太医说，朕是劳累过度，过一阵子就没事了。那既然如此，何不等皇上龙体康复之后再去也不迟啊。嗯，也好，就依你之言，康复了再去。说上阎王殿说去。你们先退下，让我一个人收拾他。师姐，对付他一人何须我们八侠。哎，四娘。师妹，不要冲动，听为君一言。现在满清的江山已经十分稳固，单靠我们几个人的力量要想推翻他那是不可能的。像他这种王爷京城多的是，杀了他一个恐怕只能招来官府的追击，到时候我们想埋名躲藏都不太可能了。那就这样算了，放他回京城告密。没这么简单，你的假面具被我们拆穿了，但是你的胆量和聪明我是十分佩服的。既然你是四皇子，那洒家想问一下，你有意继承皇位吗？如果我无意继承皇位的话，又怎么会远从北京而来寻找各位英雄豪杰呢？这就好办了。我知道其实各位都是反清志士，而我隐瞒身份的原因也是存着华夷之内天下一家的心呢。其实哪一个人当皇帝还不都是一统天下国泰民安吗？你们又何必眷念先民呢？我们不是眷念先民，只是不愿当顺民。人生在世短短几十寒暑啊，何必要把名节二字看得那么重呢？难道你们要学伯夷叔齐不食周粟饿死在首阳山吗？听我一句劝告，协助我回到京城谋得地位，博个封妻印子，衣锦上朝，总比杀了我亡命天涯的好啊。哼，好个伶牙俐齿，原来是想让我们帮你做皇帝。师妹，大师兄不要说了，师父的遗愿你难道都跑到九霄云外去了吗？若你们都热衷于荣华富贵，那我还留在这儿做什么？师姐，你不是也想封妻印子，
衣锦上朝吗？还来追我做什么？你这样说我就太不了解我了。我之所以选择去北京，卑躬屈膝投靠太子府邸，就是为了寻找一个机会刺杀康熙那老二，早日完成师父的遗愿。那你方才为何不作声？刚才我是听大师兄说，为了天下的老百姓，我觉得也不是没有道理的。况且四皇子气度非凡呢。莫信直中直，徐芳仁不仁。你不相信他的话？我总觉得天下没有那么容易的事。况且你看他长得一副刻薄寡恩之相，你们与之共事，迟早会遭反噬那一天。是吗？信不信随你，我言尽于此，我们从此各自珍重吧。四娘，你既然看出他有反相，为什么不留下来跟我们一起暗中提防他呢？这话真好笑，难道你也不懂道不同不相为谋的道理吗？留下来，只要能跟你在一起，让我去死我也愿意。你跟我一起走啊。可是我不想籍籍无名过一辈子，跟草木般同朽。为了黎民苍生，为复兴大明的江山，你留下来吧。我十分好奇，大清祖制明文规定严禁其人擅自离京，皇族则更不用说了，你是如何迁出京城的？那夜白太官行刺我魏国，我非常担心自身的安全，就找来纳克出隆科多，他将计就计，想出此妙计。儿臣参见皇阿玛。平身吧。谢皇阿玛。嗯，怎么老四没来啊？四阿哥他儿臣来迟，请皇阿玛恕罪。老四，你这个右手这是怎么了？儿臣说。是儿臣昨晚在后院练剑之时，遭到了歹人的刺伤。你不是前几天也遭到刺杀了吗？是的，皇阿玛。太不像话了！前几天我就跟你们说过，啊，不要为了王位互相争斗，少了手足之情，可是你们就是听不进去呀。皇阿玛，四弟被刺之事与儿臣无关呀。你还说与你无关？你身为堂堂太子，不能够以身作则啊！闹到了这种局面，你还说与你无关？皇阿玛，儿臣虽然身为皇太子，但是有名无实，他们没有服我呀。哼，你这样做他们能服你吗？啊，哎呀，朕没想到啊，朕的命运会和晋文公一样。晋文公？晋文公是春秋时代的霸主，他在位时号令天下诸侯，何等的威风！可是他人一死啊，啊，还没有入土为安呐，他的几个儿子就争斗起来，哎，闹不好我比他更惨呐。这人还没有出乾清宫呢，你们这几个兄弟啊，
就争斗起来了？不会的，皇阿玛。是啊，儿臣从小受皇阿玛的教导，熟读圣贤诗书，儿臣相信绝不会像晋文公的儿子一样的。哎呀，要是你能像你说的那样，那就好喽。皇阿玛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皇阿玛，有人要刺杀儿臣了，有人要刺杀儿臣！这哪有人呢？不要杀我！这没人啊！不要刺杀我！不要刺杀我！哪有人呢？不要杀我！不要杀我！求求你了，我是个好人。皇阿玛，不要杀我！我看四弟是真的疯了，不是疯，就是中邪了。不要杀我！来人呐！在，快把老四送回王府，速派御医。起来！不要刺杀我！我是一个好人。不要刺杀我！不要刺杀我！原来你用孙膑样狂赌货的方法，瞒过朝中之人，偷偷溜出了京城。四皇子，要我们帮你当上皇帝，那还不容易？只要你答应我们三个条件。别说是三个，就是三十个、三百个，我也照样答应。好极了，那你听清楚。第一，只要你登基当上皇帝，必须立即废除强迫汉人的剃发令，恢复汉家，衣冠就仪。可以，不过要在登位三四年以后吧。这是为什么？如果操之过急的话，大臣们是会反对的。好，那就以三年为限。第二，你当了皇帝，不许压迫汉人，满汉官员一律平等待遇，一并升赏。那就更容易了。等我坐上了皇帝，改换组织，汉人们也可以当官，你们几个都可以享受荣华富贵。还有一个条件，你必须答应，你当皇帝只准当十年，十年以后必须还位于我们汉人，以了我师父的遗愿。不知令师是？家师人称独臂神医。哦，崇祯皇帝的女儿长平公主，不错，此人不简单。嗯，十年之后我一定让位。这三个条件我都答应了。他答应得这么爽快，这其中必定有诈。这还不简单，我让你当众起誓。对，大丈夫一言既出，如白染皂，岂有反悔的道理？如果我当上了皇帝，违反今日誓言，敢受身首分离之祸。好，那就一言为定。从现在起，我们师兄弟忠心血胆，匡扶四殿下，谋登大宝，明天清晨一同进京。好。太子殿下，四阿哥的疯病好了。胤禛的疯病好了？是的，太子殿下。没想到他豁然痊愈。看来我又要费一番手脚了。太子殿下是担心四阿哥争夺您的皇位？不错，四阿哥城府颇深，阴险狡诈，我不得不先下手。白太官，属下在。去把拓跋兴给我找来。行刺四阿哥的事，不要属下前往了。你已经失过一回手了，这次为了巩固大宝，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。快去。这。
各位大爷大娘，心情好，可怜可怜我这个残废吧。各位大爷大娘，心情好，可怜可怜我这个残废。太子殿下，您看。哎呀呀，哎呀呀呀呀，都不行了。哎，这是什么呀？回太子殿下，您看，他形似法器脑补，本大师就给他起了个名儿，叫飞天博。飞天博，嗯，好好好好。哎呀，太神奇了。杜八庆，这个飞天博有什么妙用啊？太子殿下，您有所不知啊，您甭看他不起眼儿，一旦本大师把他支出去，他就会神不知鬼不觉，杀人于百步之外。哦，而且还不留任何的痕迹。好好好。哎呀，很神奇。杜八庆，你不是为了讨我欢喜故意夸大其词吧？哎，小子哪敢呢。太子殿下，若你不信，那本大师就在你眼前给您现场演练一番，以证明此言不虚，如何呀？好好好，那就再好不过了，请。好，看我的。太子殿下，可否满意？满意，满意，绝对的满意呀！哎呀，太神奇了！杜八星啊，啊，我还是有一个疑虑。哦，这个飞天博固然霸道，这要是万一落到别人的手里，会不会有同样的功效啊？太子殿下，您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本法师能驱使这个飞天博，全靠的是深厚的内力，再加上本法师的天眼，才能使得飞天博杀人于百步之外。一般的寻常之人，是难以达到如此境界的。好好好，太好了。对了，太子殿下，您首先想用谁来祭这飞天博呀？印真。可恶！王爷为何怒形于色？斗八星这个家伙打算对我不利。斗八星？斗八星是什么人？他是一个大法师，来自于西域，武功路数怪异，擅长邪术，和太子走得很近。如此邪门歪道，并不足以为惧。大师有把握对付他？当然，我们江南八侠的武功绝非浪得虚名。李卫，奴才在，吩咐下去，府内加强戒备，若有人强行闯入，立即鸣锣捉拿。这，我怕对方声东击西，
烦请七位陪伴在我身边，免得对方趁虚而入。哼，师妹啊，没关系没关系，强敌在前必全力捉拿。给我杀！关键的时刻，我的飞天博竟遭人所获。什么？那么犀利的武器，谁人能破解它？太子殿下，刚才我在施展天眼的时候，我发现雍亲王府戒备森严，好像他们早有防备呀。你是怀疑有人走漏了消息？没错，刺杀胤禛除了你我之外，只有太官一人知道。属下是冤枉的。自从奉了太子殿下之命去请大法师，从未离开府上一步，请太子殿下明鉴。太官，你起来。这，我就只不过提一下，你干嘛那么紧张？谢太子殿下明鉴。斗八星啊，斗八星！嗯，我花了大把的银子请你来，制造什么破飞天钵啊？人呢？杀了吧！太子殿下，太子殿下，这不能怪我呀！我用尽了全部力量啊！太子殿下，好了！哼！太子殿下，太子殿下！看洒家把他给毁了！住手！四娘，你四娘当心点。四娘，四娘，这东西邪门的很，你拿它干什么？我觉得这个武器非常奇特，而且犀利异常，我对它有浓厚的兴趣。什么？你对它有兴趣？我的师姐啊，你对这鬼玩意儿有啥兴趣啊？你是否嫌它害我们害的还不够啊？四娘，敏瞻说的对，还是别惹麻烦了，让洒家把他毁了吧，以免他以后啊再害人。四娘，大家说的都有道理啊，你可要慎重考虑啊。不必考虑了，我认为这个武器的好坏并不在于它的本身，而是在于使用者的心。如果一个人的心地好，便是对人有益的，反之自然就会对人有害。我同意师姐的意见，她一向心思缜密，既然肯留下这个物件，必定有她的道理，我们大家伙又何必杞人忧天呢？嗯，好，对，就听二师姐的。好。
好俊的身手啊！四娘，我要由衷的感谢你，能够摒弃前嫌，替我谋夺大宝。其实你不必感谢我。四娘，这话鄙人没有太懂啊。你只要牢牢记住，答应我们的三个条件就行了。四娘放心，鄙人答应的事情一定会做到的。但愿你心口如一。我会的。四娘，我还要练功，没空陪你闲聊。啊，好，那你慢慢练功，鄙人就先告辞了。四娘，太官，我听大师兄说你受伤了，你伤哪儿了？啊，没事儿，就是擦破点皮，算不了什么。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呢？哎，这不是伤你的飞天伯吗？你怎么还留着他呢？我正在研究他呢。哎呀，快把他扔了吧，充满了杀气，怪可怕的。可怕？你指的是他的飞行速度以及他的强大杀伤力？难道不是吗？我倒认为它是一种奇特的武器。它的确是很奇特，如果常人没有法力，根本不可能驱使它的。若将这个脖的顶端放上一条链条，便收放自如了。你的想法是不错，但即使它收放自如了，那它又有什么用呢？若再将这帽檐的利刃隐藏在脖里，一旦套中人头，链条带动击扩，利刃立即弹出。哼，套中人头便可切断他的颈部。嗯，好隐秘的杀人利器啊。现在知道他的厉害了，走，跟我改装他去。哎，四娘，哎，我还有事儿呢。走，一起去。哎，四娘。最近呢，每一天都在吃药，这身体啊是越来越差。上天会保佑您的，只要您安心养病，龙体很快就会康复。对了，太子最近怎么样？他怎么也不来看看朕呢？可能是朝中的政事太忙，抽不出空来。哼，四阿哥倒是时常来问安。皇太子到。皇上，说人人到，皇太子来了。儿臣叩见皇阿玛。取来吧。这。微臣隆克多参拜皇太子。啊，我和皇阿玛有要事相商，你立刻去到殿外。这，皇阿玛，您这是还吃药呢？一碗参汤。哦。皇阿玛，我觉得吧，您不必要再这么操劳，早日颐养天年吧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，我就觉得吧，皇阿玛，您的身体现在每况愈下，我担心您哪天在朝会上会支持不住的。你给我住口！啊，你这个混蛋，你今天的来意是什么？其实皇阿玛，我没有什么来意。我相信皇阿玛已经都看到了，现在朝中上下的大臣都极力的拥护儿臣。我希望您也应该顺应天意，早日把皇位让给儿臣继承。滚！你给我滚！皇阿玛，你滚！你快滚！皇阿玛，你这……你这个畜生！畜生！畜生！
那可初，您说太子逼皇阿玛退位？现在你必须要采取行动了。他的背后有他曾祖父索尼撑腰，我们争夺王位之计划，有可能就会因此变成泡影。我是想行动，可是时机尚未成熟。哎呀，就算尚未成熟，也要大胆冒险一试，否则等他造成事实之后，你可就来不及了。那可初是想为了你的将来，我们必须先下手为强。皇太子，那可初，此事可非同小可。现在我们的形势犹如箭在弦上，不由得你不发呀。可是这个四爷，四爷，龙大人，四爷，听说四娘造了一件非常厉害的兵器，我们去看看。四娘造了什么兵器？反正挺厉害的，奴才也不知道是什么。那个初，咱们去看一看。好，走吧。请。这边。这是什么利器？为何如此的奇妙？此物是飞天钵变造，内藏锐利的刀轮，若是套中人头，一经发动击括后，便可切断他的颈部，随之弹出化骨粉，瞬间化为血水。此利器可有名称？还未曾想出。化为一滩血水，必然低于地面，就叫它血滴子如何？血滴子好，血滴子，血滴子既神秘又特殊，这名字取得极佳。这个血滴子威力到底有多大？因为我尚未练成，所以只能达到丈余。等我成功之后，百步之外应如探囊取物一般。哼，等你们都练熟了，恐怕我连睡觉都不安稳了。王爷真爱开玩笑，我们有约在先，不管怎样，我们绝不食言。请王爷放心，我们绝不对自己的同伙下手。是啊。四阿哥，刚才我们的计划，血滴子正好派上用场。天干物燥，小心火烛。天干物燥，小心火烛。什么声音？来人呐！
怎么就失手了呢？王爷，谁说这次失手了？这次可足足的吓坏了太子，保管他以后老老实实，不敢再动你分毫。话虽没错，可我还担心一个人，不知究竟是谁啊？那人就是我的皇阿玛。奴才隆克多参见皇上。嗯，这隆克多，来来来，上来上来。啊，臣不敢，君臣大礼还是不能疏忽的。哎呀，叫你上来你就上来嘛。遵旨。隆克多，朕今天叫你来是有件重要的事情同你商量。你不仅是本朝的重臣，你还是朕的七弟。七弟呀。是是。你看看这些皇子们，哪一个能够继承王位？这回皇上的话，阿哥们都各有所长，微臣不敢妄言呐。嗯，老大胤禛憨厚耿直，就是脾气暴躁。老二皇太子胤禛，身为皇太子，是个拎不起来的皇太子。老四胤禛，文武双全，人才难得呀。但阴沉有余，仁爱不足啊。老八胤祀，哎呀，真假是真兼而有之。老九老十老十三胤祥都是将才，但并不足以担当人君。老十四胤禔，栋梁之才，善解人意。老四老十四选谁呢？嗯，这隆克多，奴才在。准备立诏吧。立诏。纳克初，你行色匆匆前来何事啊？哎呀，岂止是何事啊，简直是出了大事了。什么大事？
那可处，您等了一宿也累了，回屋休息吧。哎，他们还没有回来，我哪能睡得踏实？现在什么时候了？天刚刚亮。不会出什么问题吧？不会，以他们的身手，不会有问题的。 像这种事情，一点问题都不能出。万一出现纰漏，我们可都脱不了干系呀。嗯。事情如何？王爷，幸不如命，遗诏在此。真的。 恭喜殿下，贺喜殿下！从今往后，我就可以高枕无忧，唾手可得天下了。四爷，龙大人，四爷，什么事情这样慌张？宫中太监来报，皇上病危，让您速速回宫。啊！ 那个处，现在皇上病危，我们等等，哼，机会来了，我抢先见皇上，你随后要到，咱们就生两个人，给他来一个里应外合。 皇上，您，我不行了。皇上，您可不能这么说呀，您会好起来的。我自己的身子。 我自己清楚，你把十四阿哥给我传进来，遵旨。 那个处，他怎么样了？哎呀，皇上，现在已经不行了，他传令十四阿哥觐见。十四阿哥，现在怎么办？现在我们已经来不及了，你现在立刻随我进去。那个处，圣体不御，罪己悔不奉圣旨，擅自闯入，怕是会激怒龙颜啊！哎呀，现在都什么时候了？走。
上找四阿哥有话说，你们俩出去。出去。这。你们俩守在这儿，任何人不许进去。是。四阿哥，到。皇上，四阿哥来了。花马，怎么是你？皇阿玛以为是什么人？谁叫你来的？儿臣是奉皇命而来。隆科多，你耳朵聋了吗？朕叫你叫十四阿哥，你怎么叫了这个禽兽？十四阿哥在殿外候旨，虽然四阿哥不合圣意，但是皇上也没有必要把他比作禽兽吧。原来你们两个已经串通好了，先夺取皇位。隆科多，你好好。请皇上放心，圣意既然已在四阿哥，微臣理当辅佐，绝不辜负皇上之委托。皇阿玛，岂恕儿臣万死之罪。来人呐！四阿哥，快呀！我快点啊！我。皇阿玛！亲王，各位大臣，皇上因病驾崩，国不可一日无君。皇上临终前曾立遗诏，放置于正大光明牌匾之后，现在当众宣读，以正四统。诸位亲王，各位大臣，恭请遗诏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朕承父王遗命，统治中原垂60载，此已年老多病，旦夕堪舆，倘有不测，传位于四皇子。此逞大统，尔等同心协力，匡扶四君，勿违朕意，钦此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请皇上登上大殿。接旨。慢着，八哥。你这是要干什么呀？我不想干什么，我就是想知道这个遗诏何人何时所写。当然是大清皇帝弥留之际所写。当时可有亲王、大臣或者嫔妃在场？你八弟休得无礼，圣旨在此。
还不赶快下跪认错？遗诏，我看是你们救生二人何其火编造的。放肆！左右，在在，替朕将他拿下。遵旨，遵旨。住手！你们还有没有王法？大胆侍卫，竟然敢刺杀亲王！来人呐，在，把他给我拿下去，送到天牢等待处置。皇上，皇上，走，是你走。师兄，凤池，怎么了？不好，七师兄出事了。出事了？出什么事了？七师兄在乾清宫保护皇上时，砍伤了一个亲王，皇上极为震怒，命人将他关进了天牢。岂有此理！我们大伙儿一同前往。对，我们虽非同胞兄弟，但情同手足。如今太官被囚禁，我们理应前往。岂有此理！我去叫他放人。走。哼，可恶的萝卜藏丹精，居然不受册封，还举兵犯边。那个叔，奴才在。您认为该如何处理？启禀皇上，臣以为这件事可以派四川总督年羹尧和提督岳钟琪两个人前往平息。好，朕的十四弟胤禔尽速回京奔丧，一切军务由年羹尧接续，并封为抚远大将军，进驻西宁。岳钟琪为奋威将军，参赞军务，不日消灭这个叛逆。遵旨。还有，我朝因为承平已久，加上先皇他老人家宅心仁厚，满朝的纪律渐迟，所以朕为了整治官箴，端正朝风，督府提镇以下之官员必须守法奉公，整公率务，倘有不法情事一经查出，严惩不贷。遵旨。参见皇上。嗯。吕四娘求见。皇上。四娘。四娘怒冲冲而来，莫非是有要事啊？少跟我装模作样，快把白太官给我放出来。哦，原来是为了白大侠而来。怎奈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，白大侠犯了法，一样要接受法律的制裁。你可别忘了，他所犯法是为了保护你顺利登上王位。话虽没有错，但是朕没有叫他去刺杀亲王，更何况是在朝会上当着文武百官的面砍杀一位亲王，朕如果不严办他，怎么能统领天下呢？你是得到天下了，当初我们八侠为你出生入死，修改遗诏，铲除异己，难道你都忘了？朕并没有忘，朕只不过是想……没什么可想的，马上把他给我放出来。如若不然，我们将你所做的龌龊之事全部公诸于众。四娘与七侠情同手足，朕十分了解。好，为了回报你们曾做的一切，朕决定了不计前嫌，释放白大侠。四娘，安心回去等待吧。此话当真？君无戏言。皇上，这些江湖人也太嚣张了，他们目无法纪不说，竟以助皇上登基为要挟，这样长期下去那还了得呀？朕也开始反感这些人，
无奈他们个个本领高强，又有血弟子护身，想动他们真是难上加难。哼，这些江湖人都是有勇无谋之辈，臣认为只要摆下鸿门宴，就一定能把他们斩草除根。那个处，你可真是想朕心之所想啊。多谢皇上，不过朕要你留下一个人。谁？吕四娘。十四弟啊，你这次交出兵权回京奔丧，改督守陵寝，我看有点不太寻常啊。哎，啊，二哥多心了，我成年后物首西垂，皇上体恤劳苦，让我换个邮差，这也是一桩好事、啊、是吗？哎呀，老四这一上任呐，新官上任三把火呀，把大小官员的弦儿啊全给绷紧了，强调要什么整公率务。没错，刚才在朝还问，昨日元旦卿等在家都做何消遣呢？幸好我说的是饮酒对弈，我说的是闲聊，在家放放烟花炮竹之类的。哎，只有贾侍郎那个蠢货竟然一五一十的说跟他的妻妾斗纸牌，皇上竟然还有赏。哎，老贾老贾啊，来，我问问他，皇上昨天都赏你什么了，拿出来让大伙瞧瞧。哎，这不行，皇上交代过回到府中与妻妾同看呢。哎呀，拿出来让大伙看看，怎么那么小气呢？拿出来拿出来。好吧好吧，啊，这不正是我昨天晚上丢的那张纸牌吗？哼，看你们以后还敢不敢认为天高皇帝远，蓄意欺瞒皇上。不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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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些奴才啊，打今儿以后势必老实为官。哎，这是我大清的福啊。嗯，说好放人的，天都黑了，他不会食言吧？应该还不至于，我们的本事他是知道的。哼，若是敢欺骗我们，让他这皇帝一天也当不安稳。柳师兄，你就少说两句吧。怎么？难道我说错了吗？这不是对与错的问题，而是……是什么呀？而是……哎，七师兄回来了。哎，太官。四娘。太官，你没吃什么苦头吧？没事没事，走。大师兄，回来就好。诸位师兄，刚才啊真是太险了，就差一点点啊，幸亏龙大人去得及时，要不然我的琵琶骨早就被刺穿了。太官，你这是搞错了吧？啊，不是龙大人去得快，而是吕四娘催得紧，皇上不得不派他去。所以啊，你要好好的谢谢咱们二师姐一番。对呀、啊，你打算怎么个谢法啊？是啊，怎么个谢法呀？怎么了？看傻了？快说呀！诸位大侠，啊，我以为是谁呢？原来是李总管，辽阴大师。今夜皇上派小的来呢，是为了告诉诸位，明日正午要在御花园宴请各位大侠，一呢是为了给大家庆功，二呢是为了给白大侠除除晦气，希望各位准时赴宴。嗯，一定一定。好，那没什么事儿，小的先告辞了。嗯，有劳李总管了。无妨无妨。无妨。这皇上对咱们还真是不赖啊。这也更能证明当初没有看错他。哎，你们有没有感觉到皇上现在的态度和以前好像不同了？
我也有这种感觉。什么感觉？说来听听。一种不太对劲儿的感觉。参见皇上。皇上，八侠免礼，来坐。谢皇上。来。实不相瞒，朕能登大宝，全倚仗八位相助，为此特宴请八位一起共宴。来，我们共饮一杯。啊，朕先干为敬。在八位大侠当中，四娘的功劳是最大的，因为啊，她制造出了血滴子，帮朕铲除了异己，巩固了皇位，功不可没呀。为此，朕特赠玉扳指答谢。多谢皇上。皇上，难道我们就没有犒赏吗？对呀，是啊。当然有了，这是缅甸进贡的美酒，美酒说是百花露水酿造而成，非常的香醇。来，这得尝尝。此酒在异地啊，也是异常的佳品呐、啊。此酒在海外，也是难得的异品呐、啊。朕就将它赏给你们。来。来，那好，我先尝尝。哎，此酒香醇无比，还是我先来尝。好、好酒。来，哎，好酒啊。是。大家都以干杯，甘大侠为何不饮呢？哦，莫非是嫌酒淡了？啊，岂敢岂敢，那我也奉陪一杯。您怎么了？啊，朕忽觉腹中隐隐作痛，想去方便一下。你们不用等朕，继续吃喝。啊，来，请吃吃吃吃。来来来，来吃喝。圣谕，辽音等人罔顾圣恩，入座赴宴之时暗藏杀气，图谋不轨。皇上令在下立即逮捕，如有不服，马上斩首。上。是。走走、快走。走！
Yeah!
明真，师姐，别管我，快走！快走！师姐，快走！林真，走啊！熟的鸭子都让你给朕弄飞了，奴才罪该万死，请皇上恕罪，请皇上恕罪。哎呀，你呀、啊、你，知道有罪还不赶快去找？如果找不到，就别回来见朕。这，四娘，让我们永远在一起吧。哎，讨厌。我答应你。嗯，太官，当我们完成了师父的遗愿，我一定跟你白头到老。不过，我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如果真有那么一天，你可不能先我而去。为什么？你可放心，把我一个人留在世上。四娘，我答应你，我一定不会先你而去的。师姐，如今京城情势如何？官府行文绘图，四处捉拿我们，风声非常紧。不如我们先返回江南，等事情淡去再杀回来。不行，师父旧仇未报，如今又添心狠，若杀不了那狗皇帝，我这一生都不会回去。可是形势对我们不利呀。我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，你要害怕便可自己回去，我绝对不会怪你的。笑话，我姑苏甘凤池岂是贪生怕死之人。
来人呐，快来人！皇上，奴才在。吕四娘，吕四娘！皇上，皇上，奴才一直在外守夜，此门此窗从未开过，这哪来的吕四娘啊？看来真是又做噩梦了吧？皇上，您就是勤于朝政，实在是太辛苦了。朕近来时常感觉心神疲惫，寝食难安，非常的疲倦。是，皇上，您不如抛下政务，到承德山庄去静养一段时间如何？朕不能离开京城。吕四娘、甘凤池，还有十四阿哥这些逆党未除，朕离开了京城，怕是会遭人暗算呢。李卫，奴才在。朕问你一个问题。皇上，请讲。朕到底是不是一个好皇帝？皇上，为何突然问奴才这个问题？哎，朕之所以问你，是想听听你对朕的看法。以奴才之见，您是勤政爱民、公私分明的好皇上，是吗？从您登基以来，您平定了青海之乱，又解除了边疆的困扰，和罗刹国签订了合约，您又免除了江苏、浙江、山东还有山西各省的灾赋，使得百姓不至于流离失所。现在我们的国家是繁荣昌盛，这都是皇上您的功德。李卫啊，你把朕说得这么好，可是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背叛朕？看来朕还是有缺失啊。皇上，其实就是您想的太多了。皇上，不如奴才给您找个太医来瞧瞧。不用了，朕自有盘算。行了，你下去吧，朕要休息了。这。四娘，你听朕说。有什么可说的？有什么话跟阎王爷说去。四娘，朕有很多话想跟你讲。四娘，
江南了。